路加十二章十一节，人带你们到会堂，人带你们到会堂，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，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，不要思虑怎样分数，说什么话。不要思虑怎样分数，说什么话。路加十二章十二节，因为正在那时候，因为正在那时候，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，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。路加十二章四十八节，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，必少受责打。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路加十三章三节，我告诉你们不是的，我告诉你们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路加十三章七节，就对管员的说，看啊，就对管员的说，看啊，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，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，竟找不着，竟找不着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土呢？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土呢？十三章八节，管员的说，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管员的说，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，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。十三章九节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了，不然再把它砍了。路加十四章二十六节，人到我这里来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作我的门徒，就不能作我的门徒。路加十四章二十七节，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作我的门徒，也不能作我的门徒。路加十五章七节，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，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，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路加十五章三十二节，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路加十六章九节，我又告诉你们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十六章十节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十六章十一节，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
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路加十六章十二节，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路加十七章六节，主说：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主说：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棵桑树说，就是对这棵桑树说，你要拔起根来，栽在海里，栽在海里，他也必听从你们，他也必听从你们。路加十七章七节，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？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？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，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，你快来坐下吃饭呢？你快来坐下吃饭呢？十七章八节，岂不对他说，你给我预备晚饭？岂不对他说，你给我预备晚饭？束上带子侍候我，束上带子侍候我，等我吃喝完了，等我吃喝完了，你才可以吃喝吗？你才可以吃喝吗？路加十七章九节，仆人照他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谢谢他吗？仆人照他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谢谢他吗？十七章十节，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只当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。路加十八章十三节，那税吏远远的站着，那税吏远远的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随着空说，神啊，只随着空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十八章十四节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，比那人倒算为义了。这人回家去，比那人倒算为义了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路加二十一章八节，耶稣说：你们要谨慎，不要受迷惑。耶稣说：你们要谨慎，不要受迷惑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，说我是基督，说我是基督，又说时候近了，又说时候近了。你们不要跟从他们，你们不要跟从他们。路加二十一章九节，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，不要惊惶。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，不要惊惶。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，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，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。二十一章十节，当时耶稣对他们说，当时耶稣对他们说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。二十一章十一节，地要大大震动，地要大大震动，多处必有饥荒瘟疫，多处必有饥荒瘟疫，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，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。路加二十一章十四节，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，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，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，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。二十一章十五节，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，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，
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、搏不倒的，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、搏不倒的。路加21:24，他们要倒在刀下，他们要倒在刀下，又被掳到各国去，又被掳到各国去。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，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。25，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，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。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，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，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，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。21:26，天世都要震动，天世都要震动。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，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，就都吓得魂不附体，就都吓得魂不附体。21:27，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、有大荣耀、驾云降临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、有大荣耀、驾云降临。21:28，一有这些事，你们就当挺身昂首，你们就当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路加23:34，当下耶稣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。当下耶稣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兵丁就尖钩分他的衣服，兵丁就尖钩分他的衣服。路加23:43，耶稣对他说：我实在告诉你，耶稣对他说：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路加24:47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。24:48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24:49，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。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